空白小房子的纸质，多数时候是用木材，有的时候会可能用塑料做成的。烧完之后呢，不是成灰的，不知道这个影响不影响烧送质量或者小房子的质量。你纸啊，你当然用纸了，怎么可以用塑料的东西了？那纸当然是用纸张的呀，不用塑料的材料的呀。这个 materials 你不能随随便便挑些塑料的东西的呀，你必须要用纸张的东西才能烧的呀。谁叫你写在塑料板上的啦？感你们好谢。像瑞典是跟人家有点不一样。什么时候我去考察一下？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